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皮诺康尼 2.2 版本的一个合集攻略，支线触梦师星 2.2 星穹铁道。皮诺康尼 2.2 版本新增任务，和杰郎知道钟明城追赃物哈努战线奔腾年代等醒来，在哭泣上升的一切必将会和太阳照常升起蓝。后在第八天，留下回忆之处，触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
留下回忆之处，触着碰着